刷、超商结账刷，就连搭捷运公车也能付款，信用卡便利性成为民众支付首选。国人前二月刷卡金额更冲破5000亿，创近3年来新高，但几乎年年成长的二月，单月刷卡金却罕见衰退。难道民众对信用卡信心不在了吗？现金回馈都变很少，都想把它减掉。优惠有没有被缩水？这样子，我有稍微的比较减少。二月刷卡金额2284亿，月减16%，也比去年同期下滑0.65%，11年首见衰退，让外界诧异。就是因为受到资本市场动荡，民众多以信用卡支付的寿险保费因此受到冲击。二月寿险新契约保费仅643亿，比去年同期减少82亿。疫情的关系，好，那其实民众不太能敢出去玩。二月份的月份好比较短，天气比较短，所以说这个请款的时间有可能延宕到3月。专家认为三月刷卡量有机会拨云见日，不过打开各家银行刷卡量比一比，二月刷卡量仍旧由国泰世华银夺冠，中信银紧追在后，玉山银、台新银仅北富银也是榜上有名。现金回馈啊，或几%几%，他通常那几%可能会减少一点。网购还是会使用信用卡，民众爱刷信用卡享优惠，但今年无论是现金回馈又或是电商通路优惠都在缩水，也让民众感受最深。三立新闻林淑贤、刘富慈台北报道。